好来哦，梦时代商圈这一间一定要把握，阳台这么大，进来坐南朝北，坐南朝北，哦，你看进来客厅这么漂亮，这一天一定要来看屋，很漂亮，餐厅，哦，厨房，哦，好，这边出去，哦，有个阳台，有个阳台，好。再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好、哦，卫浴干湿分离，好、哦，再来，你看房间多么方正，好、哦，三楼公寓好爬，好、哦，再来，有没有看到这个房间？哦，房间合适地板，窗户又很大，又有阳台，外面有阳台，好、哦，干湿分离，好、哦，又干湿分离，这是主卧房。哦，再来合适地板，哦，房间都很大，都有靠窗，大窗户，哦，这边一定要进来，这一间要把握，在梦时代成大商圈，哦，又是三楼而已，空间很大，哦，厨房两个阳台，每间都靠窗而已，通风采光相当好，这一间一定要把握。